Elephant, this is Spoken Fish. 在之前我曾经跟大家介绍过如何将歌曲中的人声分离，但是当时所介绍的网站现在已转为要付费才能收听并下载完整的音档了，因此今天就来跟大家再介绍一个可以将音档中人声与乐器分离的网站。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网站叫 AudioStrip， 这个网站无需注册便可以直接上传音档来进行人声分离，并且这个网站还支援可以直接贴上像是 YouTube 以及 SoundCloud 等的网址来直接进行人声分离，可以说是非常方便。在人声分离的部分， AudioStrip 提供三种不同的分离模式给使用者来进行选择，分别为人声加乐器、人声加 Bass 加鼓加其他，以及人声加 Bass 加鼓加钢琴加其他，但后两者目前为 Beta， 效果上可能较为不佳，大家可以斟酌使用。选完分离模式后，只要点击 Extract 便可以开始进行人声分离，这边可能需要稍等一下，等待网站分离完成，我们便可看到下方有标注分离出来的不同档案，我们可以分别对声音进行预览，如果满意再进行下载。这边就来让大家听一下 AudioStrip 的人声分离结果吧。No introduction, cause we know Brittany Mo. I hit the lotto, my motto. Roll up gelato and throttle a couple models to Kato. Who fucking brought up the bottles? I'm gone. Y'all know who the fuck's I am. Burning buck smoke bands. OK， 今天影片的美术啦。如果下面可以在影片下方帮忙选一秒个订阅。OK， take easy. See you guys.